因为这个辅主两位辅主呢，他们要做呢比普通的升级呢更高一级的，这个我们叫做终极三轮气魄众生机，所以它的材料呢会跟以往的有很大的不同。来这里车还是要众生机，然后众生机我希望是可以添多点福。之前我已经来过了慈航，然后看到这里的山水很漂亮，我觉得这个慈就是比较好，所以就来这里众生机了。来到这边的时候，我看到这边的歌姬是我一生中所没有见过的这样完美的凤栖歌姬。那么我们也发现了，刚才我们在那个龙神碑那边在祈祷拜的时候呢，当然我特地写了一篇比较长的书文，所以我们就很诚心在那边拜，我是觉得非常特别了。我看到的有包括有蜻蜓还有螳螂，那么还有就是那个变色龙也有。我刚才看到那个变色龙居然还停留在那个后土龙神的碑，还停在一个神的名字那边也许就是那个神明做一个见证，应该可以当作是龙神灵气的化现，这个是非常好。当然我们的众生机仪式还没有完成，因为今天的是比较高级的众生机法门，所以会用掉比较长的时间。我感觉本身的感觉是一个风水宝地来的，因为我看到有那些云像类似雾的那些东西会出现在那个阳地升级的前面，尤其是在那个山的中间，这样的感觉。我中了这个阳地生机过后的那个我的那个欲望是希望是怎样东西，就是福禄寿。